的霍洛民俗舞团。那他们从2003年成立以来，一直引领着音乐的和舞蹈形式的创新，把当代艺术还有保加利亚民间传说丰富串联起来。那舞团演出超越了传统舞台的表演形式，以令人耳目一新的创新手法，搭配本身就非常丰富多元的编舞，来感动所有的观众们。他们的每一场演出都充满了独特的节奏和舞步的组合，让观众对舞蹈画面留下深刻的印象。等一下带来的霍洛民俗舞团的编舞，展现来自保加利亚特定民族区域的精选舞蹈，让观众感受到这些舞蹈形式的真实魅力。多年来，霍洛民俗舞团赢得了无数的奖项，并曾经受邀到参加保加利亚国庆日演出，还有匈牙利甚至是意大利米尼国际民俗节，印度的昌迪加尔大学第一届 AIU 国际青年级等国际级节庆活动。接下来我们掌声欢迎保加利亚霍洛民俗舞团。